逃生船长不厉害吧？洗脚店最靓的仔说完，那就贼吧。把猫关了呀！清算就要来临了。死了，干嘛？只要不站路就行。我操，一号！哎，真不能硬干，硬干打不过。快嘞！我差不多我得走了，因为他吃几个兵，差不多六级，他吃完这波线应该六级，已经先六了。又一个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敌人给找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人人有份。我操！吓死我！他这个寿命刀法有点恐怖呀。我很少忘记失去。果然少了个闪现，直接被砍死了。我的 W 解他 W， 然后他还有一个挺进破坏者。单纯的砍，说实话。我操！起来很有耐心嘛。我他妈的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想笑，受这种委屈。真的封神不了。高就没了，你他妈的，那我就不，哎，那我字打不了。你他妈都二干十了，你怎么还他妈搁这叫我？这猫减速了，丢不出去。你的难道不管你喽？哎，发墙狗他妈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增益。干嘛？
这个多少 CD 啊？9分秒，但是我感觉他好的很快。这个装备伤害好高，他最高他妈打800滴血，这个装备下个版本是不是要被削？看起来就变态。扎鲁还要被带线。哎呦，我没狂风呢，我搞忘记了。狂风给我感觉还不错啊，就炸筒子伤害不够，但是他这个东西就很好拿人头，真的很好拿人头。血肉才有分量。就炸人伤害不够。我真想给他打一个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一到竞技赛就贼难玩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他带了两个风速好像。感觉不应该点砍倒。这个人挖 AP 的。难刀过来。这是完全没机会，主 Q 的。Shut down。我要把老鹰子刻在他们的头骨上。我昨晚没洗头，我一般2天洗一次。要走要走，我从岩洞里开始重生。小艾雷，难道该死？我的仇恨沾满鲜血。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怕你又不该。我前期最好打的时候，这个男刀他是一直在上路。我好像无了。真是个宅种，我操，受不了了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点你爹干嘛呢？你赶紧他妈死一边去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哎，这狗把搞得老子火气很大。
吵起来。黑帝说话，给推了吧，不想去守了。老他爸觉得自己很牛逼，就非要自己去开，永远都不等我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不在，他们就直接开。你最简单的这条大龙，你放了就放了，放了就别去了。你为什么还会死了呢？